钟总阁下，楼盘比指南针精确，会不会指南针有什么问题？你把其他的指南针都拿给我。嗨，这金令旗有啥不正常的举动吗？搁别人身上不正常，搁他身上忒正常了。咋了？我听大凤说，他今天去小三元酒家去调戏那个老板娘。 让人抽了一个大嘴巴。你说那个哑巴这几天也不露面儿，不大正常。你说，是不是我疑心太重了？这个内奸隐藏的太深了，让人头疼。 喂，你看，都不动。老板有问题，把它拆开。哎，钟总，你看。 咱们向东京报告，如实报告。可是，我怕你会遭到严厉的惩罚。不管是什么惩罚，我都应该接受。可金之国还没有消灭，钟总，你就这样甘心吗？祥瑞君。 请你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写在值班日记上面。只要结战国一出，我会剖腹向天皇谢罪。钟祖，没有人能阻止我。祥瑞君，麻烦你写两份报告，一份。 说曹妃殿附近海清复杂，案件很多，先交上给东京应付一下。另外一份就按照事实来写，只是证据全交给你先保管。只要结阵国伏法后，你就把真实的报告交上去，让东京方面。 派人来重新勘测。小野君，不要。小野君，去给我拿威士忌。冲突，你是不喝酒的。我的伤口很痛。 我听矿上的工程师讲啊，日本已经停止港口的建设了。真的，真的。哎呀，老杰呀，啊，真可惜呀，你这个戏法不能给禁卫兜底，要不然我真想见见禁卫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是什么样的。哎呀，这憋得心里难受，走出去吼两嗓子去。
他三弟的威风有，长八蛇鸟冠去咽喉，鞭打毒有起冲牛斗，徒劳关前斩问候，当阳桥前一声吼，火断了桥梁水倒流。我想你帮我一个忙。有什么事情少爷尽管吩咐。我要处决一个人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想出一个理由。什么人？就是你那个下人小凤。为什么？他帮截江国做了手脚，详细的情况我不想多说了。少爷请放心，只要是和您作对的人，统统的该死。可是我具体怎么做？教练，哎，走，有任务啊！哎，小广东啊，这次的任务保证你特别愿意去。去唐山把小凤接回来。哎哎，这个事情我觉得叫胡大叔去就可以了嘛。哎呀，我还给忘了，你说这个事儿让老胡去就行了，你就算了。不，教导员，我刚刚才想起来，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吗？绝对不能跟组织讨价还价。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我去比较好，我马上就走了。哎哎，快去快回，别节外生枝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哟，小野大卫，一起明晰明晰点油条。蔡氏队长。现在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，怎么了？又有船触礁了，啊？不是通知他们停止运输建港物资了吗？是丸子夫人。丸子夫人怎么了？她被人下毒了，现在正在医院紧急抢救。谁干的？我们怀疑是她的使女干的，我们已经把她抓了。警卫中佐说，这属于民间范畴，该由你们警防队负责审讯。之类的怪，嗨，哎嘞，蔡氏队长，那就拜托了，警卫中佐随时等候你的回音。哎，教导，那个小野大卫，你说我这人吧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脑子慢呐。你让我审案子，那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还不如让我替皇军冲锋陷阵呢。大妹，你是警方队长，负有警察的使命。这个案子不涉及军人，没有政治背景，所以应该归你管辖。那小野大卫，那你能不能给我透个底儿啊？警卫中佐对这个案子怎么看呢？警卫中佐一向注重证据，不会先下结论。不过据我分析，这个使女收了金领旗的钱，在替金领旗报复夫人。金卫中佐，搞贱呐，搞个贱呐！那就拜托你了，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。啊，都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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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胆子不小啊！老总，俺是被冤枉的。你们两个听得懂中国话吗？啊，你俩王八蛋，一句都听不懂吗？
啊，听不懂都好办了。哎，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我太史进是谁呀？小日本子能骗得了我？我明察秋毫啊。可是你冤不冤的有用吗？这是日本子的地盘啊。说吧，你是怎么得罪他们的？俺不知道。那刚才那小日本子说的话你听清楚了？他说你是收了吉令旗的钱，替吉令旗报复的夫人。这话听起来也是挺有道理的。你呀，赶紧托人找关系吧，啊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中佐，我还是不明白，太史进这个人根本就靠不住，为什么还要把小凤交给他？小凤这一次所犯的罪行是属于警察范围管辖，所以我们要把他交给太史进。小野君，嗨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为了报复小凤搞破坏，所以才把他交给太史进？难道中佐还有别的目的？这是一个连环计，小凤的破坏都是受了杰振国的指使。杰振国出了名是一个有情有义、不会见死不救的人。我在警方队已经设下严密的埋伏，只要杰振国接触太史进，他等于自投罗网。那他们会来吗？如果杰振国不出现，他就马上成为一个过河拆桥、无情无义的人。有谁愿意跟着这种人出生入死？你说。明白了，就是说，不管杰振国他怎么应付，他已经败了。大哥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拿这杯牛奶喂了只野猫，那野猫没舔几口可就死了。我兄弟说的话都听清楚了吧？老总，我没下毒啊。你要是再嘴硬的话，我可动刑了。那你们打死我吧，打死我了也总比冤枉死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打不打的都是不着，那我看都不打了啊，免得你遭罪，直接化供吧。来，化供吧。你还认字儿？俺当然认字了。板子非推翻我，我要找他对质。对对对，回头你就找他对质去。来，老公，行了，别废话啊！我冤枉老总，我冤枉我冤枉老总。行行行，大哥。好啊。两位，把这个送给金卫中佐啊。告诉他我们的案子已经审完了啊。太史队长，请问你为什么骂我们王八蛋？两位听得懂中国话啊？那你们就是听不懂中国的俗语啦。你看中国的俗语说啊，前年的王八万年的龟，就是说呀，我是要祝你们俩长寿呢。你看王八蛋是王八的儿子吧？所以你们两个至少能活100年呢。哦，那么王八蛋，我们也祝福你。哎，这俩小日本子啊，真是越混越滑头了，一点亏都不吃啊！不吃亏，那就等着吃枪子儿吧。小凤被抓起来了，啥罪名啊？我已经托人打听过了。说是给金令旗的老婆投毒来着，啊？不会吧？咋会呢？
据说啊，小凤都已经认罪了，说是收了金令旗的钱，为了给金令旗出口恶气了。是在小野手下招的吧？啊？这一个姑娘家，这到了他们手里头，那不任他们捏过？不是了，大师哥，这一次啊，是太史进审的，我也托人找过太史进，可这家伙说他忙，死活都不肯见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不管咋说，这小凤啊，一直为咱们做事儿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这就去趟唐山。老杰，我怀疑这是禁卫的一个圈套。你想想看，这么重要的一个案子，他为啥让太史进来审呢？那太史进跟小广东关系多好啊，为啥避而不见？哎，不管是上刀山下火海，这唐山我一定得去。哎，别，这样吧。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咱们再好好研究一下对策。反正小凤不能不救，禁卫也不能不防啊。张先生，朝阁庄是不是有一个联络站？既然合作，那我就开诚布公。原本在赵阁庄郊外玄妙关是有一个联络站，由本站前任站长陈某亲自运筹。后来由于陈站长违抗上令，受到纪律制裁，这个联络站也就取消了。本人有时到赵各庄检查工作，偶尔驻足。电台还在吗？在。那我想麻烦你走一趟，去赵各庄跟我的情报人员配合一下。我这一次要把杰建国一网打尽。我想那天来临之际，也就是你张上校头衔上代理那两个字取消的时候。进来。哎呦，王教导员，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。生意怎么样？大宗的煤炭生意都拢在日本人手里了，我呢就是牵个驴拼个缝混口饭吃。哎，教导员，我的那个申请队伍上研究的怎么样了？我想过了，这日本人对我呢是杀人之仇，我对日本人那是夺妻之恨，反正日本人不敢走，我呀就没有活路，所以我积极要求参加你们的队伍，我也要为抗日做点贡献。这个事儿啊，组织上正在研究呢。关键是你金先生在这一带名气太大了，不合适我们工人特务大队的工作。我的王教导员，我，您说我都打了禁卫一枪，还不信任我呀？啊？来来来。王教导员，咱们喝一杯呗。我这酒菜都备好了，也不知道你啥时候有时间。哎，我不怨天不怨地，就怨我以前呐瞎了眼，把禁卫当朋友，把同胞全得罪了。嗯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问你个事儿。就是你们家那个仆人小凤最近还有来往吗？王教导员，这是啥话呢？我金令旗再不济也是个书香门第呀，就算是这个君子好酒才子好色，咱们免不了俗，可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咱还是知道的，天地良心，我要是跟小凤有私情，我出门就让车撞死。哎，下雨打雷，我让雷劈死。哎，你看你这个人，我一说这个就急了。我又没说你们两个有私情啊，对吧？我就是想问问，家里头出那个事儿，听到啥消息没有？谁家？我家。恐怕早是禁卫的家了吧？
王教导员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个日本呢，它跟中国这个早些时候有点差不多。这个女的一嫁了人，就得随老公姓。可我这个老婆嫁了我五六年了，她愣是不叫金丸子，还他妈叫什么禁卫丸子。怪不得这个禁卫在我留学的时候，他那么热心地帮我穿针引线呢，原来是给我织了一个大绿帽子。哼，这回倒好啊，禁卫丸子，她嫁给禁卫连姓都不用改了。你说这些啊，我特别能理解，特别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。一天不把日本人赶出去，一天就得不到安宁。亡国奴这三个字在日本人眼里头，那不分贵贱都得受他们欺辱。所以我个人很欢迎你回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。王教导员，你别光了欢迎欢迎的，都我都打了禁卫了，你们还不信任我？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吧？你要真信任我的话，就派给我点任务。我没说嘛，这件事组织上正在商量。哎，嗯，你老婆昨天中的毒，小凤被抓起来了。我怎么就听说小凤是拿了你的钱去投毒报复？这事儿有点奇怪啊。拿了我的钱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哎，我一怒之下打了禁卫，连命差点都丢在唐山呐。我还哪有功夫去带钱出来呀？再说了，我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我还有钱给他？这不，这都欠了好几天店钱了。这就算我的一点意思。哎，别别别，再怎么说我金令旗也是七尺汉子，不能手心向上啊。别别别别，至少把店钱付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附近啊还有个朋友，他说让我先到他家去忍几天，反正不至于流浪街头。那你要住在他那儿，小心日本人报复你啊。这个我还真不怕，这赵各庄一带是杰大队长和你王教导员的地盘，他不敢来。你知道禁卫他们有多怕你们吗？别让假象蒙蔽了。哎，走啊。接到暗号，我还以为陈站长回来了。什么？只有陈站长才能指挥得动孙姑娘吗？当然不是，只要抗日谁指挥，我都会赴汤蹈火。说说，接振国在搞什么名堂？金令旗家的丫鬟小凤被日本人给抓了，他们正在设法营救。都是同胞，不知道咱们在唐山的工作人员是否能暗中相救。不该管的事情不要插手。是是，我明白了，我这都把告示贴出去。哎哎，这儿这儿这儿。哎，走。
道长添麻烦。一家人嘛，来。太史进这么大张旗鼓的说要枪毙小凤，无非就是想要逼我现身呢、啊。这都是他们的老招数了。不管咋的，唐山这一趟我是去定，我想过了，他即使有千般妙计，咱有一定之规，大不了啊，咱想办法抓一个鬼子当官的，跟小凤换就是。可是你这步棋，禁卫很有可能也想到了，他只要想到了这步棋，那你这步棋就等于是一步险棋。嘿，不险啊，有啥意思啊？教导员，大四哥，肖广东。金令旗已经搬完家了吧？嗯，行李多吗？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怎么，你还怕他身上带个炸弹？我真不怕他有炸弹，我是怕他有电台。你想想，万一他跟禁卫要搞了一场苦肉计的话，他得想尽一切办法跟禁卫联系啊。肖广东，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死死地盯住他。看看谁经常到他那儿去，尤其是那些带箱子去的人，明白了吗？教导员，我想去趟唐山了。去救小凤？啊，谁都可以去，就你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怕你控制不了自己。教导员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能控制了自己。小伙子，大四哥，去执行教导员派给你的任务，救小凤，有我们呢。啊！你也不能去，为啥呀？你不是说除了他以外谁都能去吗？嗨，你放心，别忘了，咱会装神弄鬼啊！你也别忘了，你跟禁卫都快成半熟脸了，太危险了。咱呀、啊、是变戏法儿的，不怕他注意，就怕他不注意。他越注意啊，就越有可乘之机。会用吗？小看人。禁卫真把你当朋友了，连金翻译官都放心安排到你这儿来了。也不怕遭天谴？上来！你算了吧，你也不是嘛善男信女。嘿，哎，说点正事儿，你帮禁卫拉上这条线儿，禁卫给你多少银子？我不像你，不像我。不为钱，你为嘛？为了党国大业。金翻译官联络上了，问问他杰建国那边的情况。嗨，金翻译官说，据军统方面的情报，八路已经知道了小凤的事，正在设法营救。你告诉他，要他们想尽办法阻止杰振国到唐山，因为宪兵队已经在唐山设下陷阱。为啥？因为你不管是否劝阻，杰振国都一定会来。你劝阻他，还会增加他对你的信任。我在想，我们这步棋也可能是一步错棋。别说杰振国了，
就连那个陈矿司他都不信任我。他们当然不会发自内心的去信任你，但是这一招叫做极敌之不得不顾。你是抗日英雄，他们不会不给你一口饭吃。陈矿司就算不信任你，不是也就把你留在矿上了吗？你能留下来就是胜利。哎，老杰，关于你冒充记者这件事情啊，天津敌控部的同志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你要记着一切都要小心啊。你放心吧，政委。请问哪一位是杰先生？我是。哎呦，我们从天津来，我的董事说他这样大命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他心目中的英雄镶上一个名包。对啊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我们愿意全力配合你们。好，那只好委屈二位一段时间了。对我们而言，或许会是非常美妙的一天。我希望成为另外一个施摩特莱。你们住住在这里？对呀，日本鬼子来了，我们就在这儿躲避。你们二位最近一段时间也不能让别人看见，也得委屈一下住在这儿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你们的啊。这边。啊，就在这儿。还有抽水马桶，能用吗？这个抽水马桶啊，是我们队伍上的能工巧匠专门为你们安装的。真是太神奇了。可是你们的秘密都暴露给我们了，不怕我们泄露吗？对你们两个，我们还是放心的，因为我们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战友啊。另外，在赵各庄，像这种废矿井不下1000多条，即便他们进来，没人带着也会走迷路的。哎，里边请。哎呀，按说杰大队长既然是发了话，别说是借辆车，就是借我的脑袋，我也是在所不辞。可是你来的确实不巧，我的车正好坏了。没关系，我帮你就。哎呀，我这个车已经拉到唐山去修了。要不这样，我有个英国朋友有辆车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叫他把车开过来，不耽误杰大队长用车就是。哎，笑一笑啊！谁呀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好，别动啊，照了，1、2、3，闭眼了。不中，闭眼了，再来一张吧。不来了，我这都一身汗了。我听说这个胶卷是很金贵的，哎，还是留你们演戏用。好啊，中。大师哥，给我来一张行不行？来一张。我从小到大没有拍过相，能弄一张给我老娘借过去？你这是打土豪呢？啊，别着急啊，等救完小凤以后，人人有份啊。好，那咱可说好了，到时候一定给我来闹成单人的，行不行？咋的了？跟我们照委屈你了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我离开家这么多年，我怕照片上人多了之后，我那老年一犯迷糊，认不出哪个是我了。中，等救回小凤吧。啊，我让那个孙参谋，哎，孙参谋，哎，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哎呀，你看，
咋样啊？哎呀，像不像啊？像像像，太像了，像了。小孙子，哎，等回头啊，你给他人照张相啊。你技术比我好，你照一张啊。中，咱可说定了啊。老妞，车借着了。咋的了？陈匡子说了，他的车坏了，要到唐山找他的英国朋友借一辆，要天黑才能开过来。我说他咋直滑头呢？啊，他要真车坏了，守着你还怕修不好吗？他就怕咱给他添麻烦。啊，也中了。开着英国人的车，当那个。那什么，哪个市的那报来着？小孙知道，《泰晤士报》啊，《泰晤士》那报的记者呀，更像。没事儿，我刚想起来，你们扮演的那是从天津过来的记者呀，啊，那得兜一个大圈子才能去唐山呐，你怕时间来不及？哎呀，那告示上说，那小凤的处决时间不是后天中午吗？喂，利用老纪开车赶趟。你不信你就看现在唐山城里边那整个都是鬼子，都是特务，你们真得小心呐。你就放心吧，这鬼子再厉害，他不也得给咱们英国记者几分面子不是？再说了，咱们是去采访小林女团长，这没有比这更正当的理由了。就让俺进去吧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进去。俺真的有急事儿。我不能让你进去。进去。哎，王叔叔，他不让俺进。让他进来吧。好。怎么了，大凤？俺求求你了，救救小凤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一个唐山的生意人来了赵各庄，他跟俺说的。没事的，孩子。杰大队长正在想办法。啊。哎，王叔叔，快起来，起来，孩子。不，俺不起来。王叔叔。俺求求你们了，你爹不在家，小凤能不能活着出来就看你们了。是是是，起来，大凤，起来，孩子，快！听王叔叔跟你说，杰大队长已经想出办法来了，没事的，放心吧，啊。怎么了，老金？打什么枪啊？出啥事了？我有急事要找杰大队长，这我找不到他呀，我只好放了枪。我想你们肯定会派人出来看的。这，咋了？出啥事了？关系到杰大队长生死的大事儿。啊？走，屋里坐。枪放下，弄得我还挺紧张的，啪啪啪的，我赶紧跑出去了。坐坐坐。哎，杰大队长呢？办事儿去了。是不是去唐山了？哎呀，那得赶紧把他追回来，那唐山有去无回呀。咋了？今天下午我给我那个老婆打过电话，我问他凭什么要诬陷小凤，我说。给我弄这么大个绿帽子，我都没说什么，怎么连个丫鬟你都不放过呀？可你猜他怎么说？嗯，他说这都是禁卫中佐安排的，是他让他去诬陷小凤。其实啊，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引杰振国到唐山去。哎呦，还真得谢谢你，老金。啊，杰大队长没去唐山，没去。没去就好，没去就好啊！教导员，见到杰大队长一定带我问个好啊！我呀，就盼着跟他见上一面。你说他呢，刀劈鬼子头；我呢，枪打禁卫手。在赵各庄，有名的就得算我们两个了啊！你说很快，我就要成为咱们队伍上的一员了。说实话，见着他是早晚的事儿。可我现在的心情啊，
就想跟他聚一聚，喝上两杯。行，你这话我一定给你带到。哎，提醒他一定要千万小心，只要有他在，那我在赵各庄睡觉都踏实。可是万一要有个啥闪失，我可就没有容身之地了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哎，没去唐山就好，没去唐山就好啊，不会有事的。啊啊，好了，刘工，你送了啊。哎，回去。好。不是，这小子对你还挺关心的啊。哼，他说的也有道理啊。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，天下虽大，怕只有赵各庄才有他的一席之地呀。快快带起来！小太监，喂，南尼亚德勒诺，那，你搞什么名堂？神魔奔腾有千年的火，是同袍兄弟的情和热。大哥说我们必须这样去做，在民族存亡的时刻，是谁在守护着青青山河？天边的虫。